好，我们再次掌声给欧森，风。好，那大家知道台湾全部有总共有几个族群吗？不知道，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好，有时候在台上就要假装底下有100万个人这样子，然后大家都会回答你的问题，但实际上好像……好，那现在台湾总共有16个族群。好， yeah. 好，耶、yeah. ！好，那我们下一位呢，叫做郑怡，掌声欢迎郑怡。第一首曲子呢是跟思念相关的，对，就是思念是一种病，对，好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来唱这首歌，思念是一种病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，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茫然大雾早已远去，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敢相信错的是自己？难道这就是人生？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？我不会奢求地球停止转动，我知道逃避一点也没有用，这段时间里，尤其在夜里，也许会想起难忘的事情。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久久不能痊愈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
歌呢是那个一个比较冷门的歌曲，对，那个郑怡农的《给期望》。那这首歌是在讲，其实我觉得跟我现在在学校服役还蛮相关的，就是在学校服役里面，常会遇见很多各式各样的小朋友，对，那他们有些人呢，其实只是不喜欢读书而已，但他其实本性不坏，对。那我们在那边也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，对，那有很多爱在陪伴这些小朋友，对，就像这首，那所以就唱一下这首歌，就是给奇怪的你，告诉你说，其实呢，你就是奇怪，然后告诉你说。会陪着你一起长大，这样。好，带来这首《给奇怪的你》。是这个不曾后悔爱上你。
谢谢大家。